心愿的如文殊圆满心，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。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，培育僧才，僧前安养，医疗及生活救助，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，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，设置传教场所、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：台内名字第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。通讯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。服务电话：03989-9319。随喜 www.lifetv.org.tw。斜线 A D A T E 斜线 S U S T A I N 点 H T M。国交界处一般称为金三角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过去种种战争、毒品等一切恶缘非常炽盛。海涛法师于台北弘法行程带领大众来到此处，并乘船到达寮国。无量无边的众生需要度脱，无量无边的恶业需要化解，在湄公河上乘风破浪的渡船途中，无暇顾及海天美景。为利益水族以及依水而住的众生，海涛法师特别供养龙王宝瓶，并修持烟供，时时片洒甘露水，挥动金斑旗，种种慈悲法门。
利益多于畜生道龙王水族水中众生，速即解脱多于恶道罪业障碍，神善道佛净土。到达辽国边境后，随即为此方山神、树神、草木神、土地神等众神祈，及无尽有情众生燃起袅袅熏烟，使一切天地人皆能得到法位，借修持烟供法清净一切众生之垢秽，消除违缘障碍，一切善愿得到圆满。傍晚时分，大众来到位于金三角历史悠久的古佛寺。在庄严的佛寺中礼佛、贴经、供花，随喜法会功德。在佛塔前以敬香上供下施，上供下施功德，上供下施功德，无边圣福皆回向，无边圣福皆回向，无愿成溺诸众生，无愿成溺诸众生，愿离三途生净土。前往收藏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佛经的藏经楼，藏经楼建于水上楼阁，繁华灯光探照，带领众生脱离生死大海的智慧宝库，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闪耀着卓目的辉煌。法师领众绕行藏经，并护持藏经楼，愿经典中的智慧与慈悲能在世间永恒灿亮，光照众生。六道佛经，六道佛经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，体悟空性，体悟空性，发慈悲心，发慈悲心，成就菩提，遍财无碍，广度众生，现世者消灾延寿，一切满愿，一切满愿，